我曾患有非常严重的过敏症，我在14岁时就开始在一家快餐店工作，由于一天三餐仅是油炸食物，因此加剧了我的过敏症。首先我的身体会长毒疮，然后就会发烧，过了2到3天后，那些毒疮就会爆裂，流出很多脓跟血。这些毒疮会长在身体的任何部位，而且每次发作就有1到3颗毒疮长出来。除此之外，工作也导致我患有严重的偏头痛，只要工作压力太大，我的偏头痛就会发作了。更糟的是，我患有便秘问题，必须依赖药物才可以舒缓情况。起初我吃一粒药就可在隔天上厕所，后来药量增至2到3粒，却只能够让我一星期上厕所一次。我的便秘情况一点也没有获得改善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的身体太过虚弱，直到我不能够起床，即使医生也无法找出病因。直到一名朋友向我介绍艾康蓝藻，我开始每天早晚服用5粒艾康蓝藻，并感觉到身体的健康状况逐渐的改善。一个月后，我的偏头痛和便秘问题既完全治愈，3个月后，我的过敏症也逐渐改善了。感谢艾康为我们带来那么棒的产品。